晚上在尤加亚所有的工程已经停了，这是我们那当初的就是跟 YDP 谈的要求，是说在居民没有在同意的情况之下，暂时不能给他施工。那我们是直接写不同意。就是由你们决定，你们要搬还是要同意，还是不同意？像我们找的，那除了加班折工以外，其他的这些都可以吗？那个由巴高地那边的人决定。哎，还有巴高地那边已经建上来了，我们可以要建吗？巴高地有啊，居民有来啊。巴高地的居民，我跟你说，任何的电讯塔，现在我给你们一个资讯了哈。当我们跟市议会主席开了会，任何的电讯塔都已经停工，在建筑的停工，还没有建的不能动工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只要居民反对就必须拆。 OK， 这个我可以给你们的这个 assurance， 就是市议会主席给你们的最大的这个就是保证，只要居民反对必须拆。 OK， 很明确了哈。 OK，OK， 可以啊。这样，不会示范了。我还站在你们那边的。是啊，任何的电讯塔已经。他建好了的电讯塔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装任何发射器。